关晓彤减肥能管住嘴的原因你一定想不到，我爸肯定是觉得我怎么那么好看，然后我妈有时候会对我比较苛刻，她的眼睛可能就火眼金睛，她可以一眼就看到我哪儿胖了，就说哎呦你这怎么着，你们让我去健身呀、什么的。我就是运动了之后，运动完我就不想吃了，因为我觉得那课太贵了，然后就给吃回去了。我说你别吃了，我一节课挺贵的，白练了又那么累。